多年，你说你什么都没有，这还现在就是住的还是一小地下室，6平米。俺说句不好听的，睡睡觉可能蟑螂都爬上来了。你看啊，这咱这条件在这摆着呢，对吧？他那条件比我高很多，我就觉得什么都给不了人家，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啊，觉得不适合在一起，还不如。你想分手是吗？觉得这样的话对他对我可能都是一种解脱吧，不能把人家当了。不爱他是吗？真的给不了他，他跟我太苦了。我觉得他要是离开我的话，他会找一个比我好的，有可能更适合他。你见小川跟你谈过吗？他之前也有和我说过这件事儿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哈，两个人在一起。感情比什么都重要。之前我们住的那个屋子是阁楼，门特别小，你经常就是出的时候一个不注意，头就会磕到那个门梁上。但是那么苦的时候，其实我真觉得苦没啥，你不怕对吧？其实我特别着急，有啥话不能后说呀？什么事儿都明摆着，大家一起解决，因为生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小川在你面前哭过吗？很少，从来没有这样，就几乎就可以说是我上节目时第一次见他哭，从来没有过。我觉得我和你这么长时间在一起，我说别人不了解我，你应该是最了解我的。如果我真是那种物质的人，刚开始我就不会和你开始，就是因为你对我好，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小川，人家没嫌弃过你。女孩子最宝贵的就是青春，如果再耗几年的话，青春耗没了，而我还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可能这一辈子他真的就耽误了。这句话你跟他说说过吗？一直没那个勇气说。现在就在你对面，你要真想分，就看着他眼睛跟他说。怎么分了吧？你真的想分吗？你就不能勇敢一点，像个男人呢？你有啥不能自己去面对呀？每次一遇到这种事儿，你就啥都给我逃避是吧？你逃避我就能幸福啊？你能不能不要老这个样子呀？跟我在一起就那么费劲啊？我说我配不上你，你去找个更好的吧。